会说日语吗？会啊。こんにちは。いまで。いくいく。よろしくね。よりますまれ。来，两根罐子，然后加上一个斧头，一个斧头。然后这个儿子拿一下。哦，书本，书本，书本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来，丢进来。女儿，把女儿拿一下，地图拿一下，地图。赶紧拿女儿。看这波行不行啊？还有老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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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婆抱走。棋盘。哇，这边刚刚好，这边是厨房，可以捡食物跟水，捡一点，食物跟水。睡觉。水瓶。几乎什么都捡到，捡到了吧？水瓶，这边还有瓶水。哇，在那边对面有瓶水。这边我操，哦，时间到，刚刚好，丢进去。这个是一个生存游戏啊，就是我们在这个核辐射避难所生存，就是捡点物资，刚好60秒时间之内。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状况啊。哎呦，嘿嘿嘿嘿，我操，7个罐头，我居然捡了7个罐头。但是只捡了3瓶水，这个不太好，没有整的医疗包，一本书，有地图，有地图，这样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吧，看情况吧，说不定呢。医疗包没拿，就在爆炸之前，我们第一天直接过来，第一天直接过来，第二天，3瓶水它不一定的，知道吗？实在没有水，我就把女儿的奶水给她挤出来，你看女儿胸那么大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而且爸爸也有奶啊，谁说男人没有奶呢？男人也有奶的，谢谢自 S， 没关系的，他们的奶就是我的水，谢谢往事如标。第二天呢，这个大家都不渴不饿，这边第二天我们直接过，选择直接过。哦天哪，原先没有那个大水坑啊，有大水坑，那我们物资三保一啊，我们有地图，直接保地图吧，其他两个都没有，无所谓喽。第三天我们可以派人出去了，第三天我们要派我们的儿子这个先出去这个搜一波物资吧，先让他先出去搜吧，反正儿子最没用嘛。我操，第三天我没有点啊，没有关系，再渴一天，再渴一天。没有多少水啊，今天就是啊，完了完了，我第二天没有点出发，没有点旅行，然后第三天儿子出不去，然后现在4个人都疲劳了，现在而且4个人全部脱水了，这样会死的，这样会死的。一人喝点水吧，一人喝一瓶，一人嘬一口。但是我现在只有2瓶水了，先把开局柜啊，开局柜，坑爹了，没喝水，没有喝水。第五天，疲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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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能出去搜索物资的，所以说咱们要利用这边的所拥有的2瓶水加上7罐食物，然后生存下去，这个有点难度哎，这个有点难度。好吧，玛丽珍说她没事，不需要任何事情，不需要任何东西。那好吧，那再过一天吧，今天也出不去。哎，有跳舞的蟑螂要攻击我们啊，直接用书本把它砸死，不跟他多逼逼对吧？没有必要。谢谢腾龙。第六天，疲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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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饥饿。饥饿不给他吃。这么胖还吃什么，对吧？长那么胖，再过一天，减减肥。要让女儿减得跟妈妈一样瘦，这就可以了。干渴饥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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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，都要吃喝啊！不行，不能吃，再忍一天，再忍一天，再忍忍。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，只有政府能救我们。你可以黑他们，我们没有收音机，联系不到政府，那就很蛋疼。好吧，先过一天吧，不管他了。第八天的话，我看一下情况啊。脱水饥饿，脱水饥饿，脱水饥饿，脱水饥饿。一人嘬一口水，吃一口食物吧，再嘬一口水吧。
明天应该这个疲劳值要消掉了吧？啊，不然的话我会渴死，肯定会渴死。哇，四个人跟吸了毒一样，还是这个样子，居然还是这个样子。那好吧，再吃罐食物吧，食物多，食物多。我们今天醒来觉得很不自在，感觉好像有东西或者有人盯着我们看。我们发誓，我们注意到阴影中有动静了。如果除我们之外，这藏身处还有其他活物。哦，那是有怪物，有怪物，用斧子把它劈掉。这还用讲啊？啊，劈他屁股。哦，还是疲劳，还是疲劳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食物跟物资啊。应该不是狗，狗的话是黑暗中有一阵咆哮，那就是狗。对，再过一天吧。第十一天，干渴，又渴了，不准喝，忍着，必须得忍，再过一天，这哪行啊，对吧？哎呦，这几个人怎么回事啊？这全是疲劳，出不去的，十几天都出不去家。我等等点了好多次了，没用啊。如果他们不喝水就会死，我再忍一天吧，再忍一天，忍一忍。第13天，哎，好了，老婆好了，哎呦我去，老婆给力，老婆不喝了，我们三个人喝，爸爸喝，女儿喝，儿子喝，老婆先渴着吧，让女儿出去，啊，让老婆出去，先渴着老婆。第14天，哎呀，老婆渴死了，我去，老婆能出去，老婆渴死了，哎呀，啊，一开始就错了，我去，一开始就有问题，哎，蛋疼了。再过一天嘛，只能这样了。哇，这不得死啊！这还不得死？第15天，我还是疲劳，还是疲劳，已经没有水喝了，已经。这还坚持什么？这还需要坚持什么？这都属于开局柜，直接开局柜了。哎，儿子好了，儿子居然好了，我去，有戏哦，有戏！我们不能放弃希望，对吧？派儿子出去搜刮物资，我们只要爸爸能活下来，女儿我都不管了。女儿脱水了，爸爸脱水了，给爸爸嘬一口，女儿不管了，不要女儿了，爸爸嘬一口。门口有子弹商人，对子弹很感兴趣，但是我们没有子弹，不能换物资。过一天吧。第18天，女儿脱水顶不住了。哎，不管了，我操，我怎么跟儿子活下来了啊？怎么老婆女儿都死了？哎呀，天哪。第19天，活了个最废的，我去。哎，女儿跑了，女儿变不了异了。现在当玛丽珍发现她一滴水都没得到时，她十分愤怒着冲着跑到了荒地，她喊着说，我们会后悔的，她会想到办法获得水。我们现在十分恐慌，看儿子能不能救我，儿子救我呀，救我，快救爸爸，救爸爸。我们决定瞥了一眼外面，看看角落是否有商店存在。当踏出第一步，黑暗中一阵咆哮。哦，这是一条狗，一条狗的话，我们只能用手电筒去照它，这样的话才能发现，不能用杀虫剂。过一天吧，狗也救不到了。第20天，儿子快回来啊，儿子回来，爸爸都疯了呀，爸爸跟。哇，爸爸的手上都套袜子了都，我去，第20天了，再过一天吧。哎，我们墙上发现了很多蘑菇，蘑菇可以吃不吃吧？吃了蘑菇，哎，吃，哎，不吃算了，不吃吧，吃了有什么用啊？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脱水，饥饿，疯狂，儿子救我呀，儿子救我，快救爸爸，快回来。管道不用管。第22天了，完了，22天，儿子还没回来，我现在脱水了，完全要死了，
哎，一些突变的智齿动物正在侵蚀我们的补给品，啊，直接砍死，砍死它！啊！怎么死那么快呢？啊，怎么死那么快？开局贵。提米早该回来了啊！提米也死了，我们儿子也死在外面了，我也死了。是香菇送的六六大宝剑，死了同一天。我去，同一天啊！开局贵啊！开局贵。